在我们之前呢，没有应用这个水上无线电智能监测系统之前，如果海事方对这个船的动态信息未进行逐一的人工去筛查，应用这个系统之后呢，它可以很有针对性的对这个违法行为进行甄别。当这个系统反馈的数据啊，实时的反馈了这个船的违法行为，我们这时候再进行这个现场核查，使得我们这个执法工作更加的高效和精准，有针对性，极大的提高了这个执法工作效能。